好啦，嚟到第三場四班千二米啊，羽王，我哋撳一撳個騎練數據啊，咁啊睇到近排文嘉良咧同呢個國能咧合作咧都不時有驚喜喎，即係贏親都半冷門嘅喎。咁啊呢只馬咧，其實咧我中意佢咧就係咧前一仗咧跑呢個沙田啦，咁啊對住七十七十龍泉鳳嗰啲馬咧，其實你睇翻呢個撳翻箭嘴出嚟咧，睇翻嗰啲其他嗰啲馬咧後邊重組之星啊。甚至乎有啲老實人啊，呢啲馬咧其實都跑得好啊。之後咁啊，賽績上漲幾好啦。咁啊，慢步速咁嗰場馬，即係魚王都喺中段都個步速都唔係好有利嘅啫。咁啊，今次就用國能，希望可以交代到啦。咁啊，腳就揀翻2/13啦。咁你睇下 Q 位，就 Q 位方面咧，就你見到其實好冷喎，11/13開呢條就肥啦。咁暫時咧兩隻咧。都是熱門嚟嘅，但 Q 位完全冇飛啊，位置 Q 位有飛，咁啊2/13都可以回到本嘅，2/13即係色多複雜魚王啊，攞翻嗰組強組嘅賽事，咁希望咧呢三隻鐵角咧可以幫到大家啦。